好像被神带着，他都被阿玛巴关带着照顾着。泡了很多合一之后，觉得好像灵魂变聪明，就是开始会变，会讲话，然后会懂，就是灵魂打整个打开了，会懂人家在说什么。那以前是不懂的，以前是完全什么都不管，只管食物，其他什么。本来有个东西好像是关着，后来发现好像打开了感觉。要有一定的熟度跟信任度才会打开。啊，我就忽然那时候有一个想法，原来这些都是神的孩子，每一个孩子都是只要能够接触到。阿玛巴关要把最可怜变成最经典。对，每一次都是这样一句话。对于自闭症而言，能有感觉就很好。我的那些感觉可能跟你们一般的感觉，就是等于是我的感觉灵魂出来，等于是跟你们打拼的感觉，可以听人讲话，可以这样。然后比较好玩的是，我们看人不是看你的外表，是看你的心，我们都会直接看。比如说到一个地方开会，我就会开始扫描这个人姓名，然后怎么样，姓名怎么样，就这样一扫一圈。上完现象与礼物之后，我可以用一般的自己看到亚斯伯格症的我在干嘛，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压掉。这是真的，在现象与礼物以后，他告诉我这些，我真的蛮震撼。他看见他自己那个股本，就是、以前他从来没有办法说。等于是三者自己可以看到自己。我想要让这个世界上的人遇见爱，看见爱。